他讲的是分析一个事情，然后只用单帧的监督这个 supervision， 就是只有一帧图像只有雷鼓，然后但是他是对整个视频做了一个 parsing 是分割人体到不同的部分，然后这个 PPT 会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问题是什么，然后第二部分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运用了什么样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怎么训练你测试的？最后是以别的算法来比较以它的可重性。然后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分割成不同的语音部分，在一个视频里面，这些语音部分可以是人类或者图画什么，然后这个是图像，这个是分割出的结果。比如说这一串就是人类。 然后这些图像，这个灰色的是背景，是它的问题。然后再讲一下它定义了什么样的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因为这个模型最后有一点点复杂，所以我为了更好解释它，就从简单开始讲，就只讲它一部分，然后往这个一部分上面加些内容，一直加到最复杂的情况。然后。 给定一个视频，它以一帧图像最大的区别是它，对于一个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人，它有很多张图像可以做分析。然后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很多张图像的信息的方法，就是分别对这三张图像做一个分割，然后再把它们融合到一块儿，然后。 首先把三个图像分别做分割的时候，可以用 FCN 或者 MassRCN 或者是 DeepLab 都可以，这里是什么算法都可以的，只要是做分割的就行。然后，他再把那三张图像呢，它是在不同时刻的，用光流把它调整到频率时刻，因为如果不是在同一时刻的话，它们姿势什么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不方便融合。 所以为了更好融合它，我先用光疗把它调整到同一个姿势。因为在原图调整的时候，它的那个分割结果也会相应的调整。最后是融合它们，融合那三个不同时刻的结构，就是简单的用一些一乘一的 filter 就可以看的是一个线性组合。 就是说，他在三个不同时刻做了分析，然后分析的结果对他们做了一个线性的组合而已。所以只是简单的把三张图像做了分析，然后再用一个线性组合得出最后的结果。然后这个简单的方法呢，它就是在图用一个图来显示这样的，然后左边是它的步骤说明，这里是。 二三，没问题就下一个。然后，但是仅仅在就是在刚刚那个过程中呢，这个光流你是不知道啊，这里 PPT 写的有问题，因为在训练的时候光流是知道的。但是你在测试的时候。 就是测试的至少在测试的时候，光流是不知道的，所以在测至少在测试的时候，光流也要求出来。所以这个网络也要来求向光流，或者这个算法也要把光流给它求出来。因为之前我们使用的光流来就是调整三张图像到同一个时刻。然后如果要计算光流的话，可以在另外一个算法中求，也可以把计算光流的那个部分整合到一个的模型里。 然后这里它就整合到一个模型里面，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吧，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让这个流程更简单一点，开关更简单一点，这样测试起来也方便一点，但是它的训练会更难。第二个原因是，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parsing part 就是 parsing segmentation 的那一部分，它是对每个 pixel 做 label， 去分类每个 pixel。
然后波零呢就计算每个 pixel 的 offset，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种 multitask problem，它们这样的话就可以 share 一些 low level 的 feature。当然不 share 这些 bits 也是可以的，只是这样 share 的像这个理论就比较好看，比较 nice。然后。 如果他想要 share 一些 weights 的话，他那 parsing 就是 segmentation 和计算光流的部分，那个结构至少是一样的，需要的是一样或类似的，这样他才可以 share weights。如果他们的算法或者 model 的样子不一样的话，肯定不能 share weights。所以呢，这个作者就要找一个使用 CNN convolution 的 neural network 那种来求光流。 但是，然后它就有一个算法叫 flow match， 就可以用 CNN 来求。flow match 大概长这个样子，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输入是两根图像不同修的图像，输出就是它们两根图像间的光流。然后它和这一个正常的。 和一个正常的 CNN 网络的唯一的区别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别的地方都和正常的 CNN 没什么区别。然后就看一下它那个这种就是上一幅图的，是它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 作者把它定义为叫 correlation layer，correlation layer 它是作者把它定义为是两个 feature map， 就是两个 feature maps 之间的卷积关系。卷积在物理上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有一个什么自相关卷积什么，就是找它自己的相关性。不过那个是处理一维型号的，这里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符号，把它画为这样，然后。 它定义的话就是这个操作和正常的卷积操作是很像的，只是它把那些 kernel 或者 filter 变成了 feature map 里面。当我们假设计算了两个 feature map 之间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的时候，假设说这个是 A， 这个是 B， 然后。 对于 A 里面的每一个 patch， 就是它里面的每一个小号，都用 B 对应位置的一个 patch 来进行操作，这样的话就得到一个结果的 feature map。然后如果可以，就是如果它的 counterpart 可以有一定的 偏移的话，那它就可以得到更多个就是 feature map。这个 偏移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相关性，它知道相关性的时候。 它的那些相关性的那些位置可以偏移多少？然后，当然也可以计算整个图像每一个 patch 和 feature map 里面 A 的那个里面的每个 patch 都与下面这个里面的所有 patch 都进行操作，但那样的话就是计算量会比较大，所以这作者就限制了一下它的那个 part 范围，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它的范围是 display map 的 D，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 2D 加1的平方个数据的车辆，这是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然后除此之外，作者又简单的把这两个融合一下，使用莱斯特一乘一的 kernels， 然后这样的话，这两个一乘一的 kernels 的这个操作可以看的是。 简单的保存了上面的信息、下面的信息，然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的一个操作就把得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的信息，所以结果里面就有上面的信息、下面的信息，还有它们之间相关性的信息，然后从这里再继续往里面操作。 然后呢，作者要把这个计算光流的部分融合到一个
结构里面，所以就是现在跟往年是这样子。这个是加入的成年观的问题，它是使用了这个图像，就是 T.26 的图像，这些的图像，然后写出后面，然后它的前这个网络的前一部分的位置是 share 的这个 segmentation 后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测试的时候，虽然我们求出来一个光流，但是有些光流点就是可能就是求出来有很大的错误，然后错误就特别大，我们可能忽略它，所以就要减小这些错误的光流点的影响，或者说反应点去掉。然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作者就。他要去 estimate 一下用户的 error， 然后他就定义了值叫 confidence， 然后 confidence 它是用 reconstruction error 的 L1-null 去计算的。他先我们有一个点，然后以及他们有了两个点，他们认的光流，然后把其中一个点用另外一个点的光源，然后给它重建出来。重建出来之后，我们再计算原来的点重建出来的时间的 L1-null， 就它们间的 L1 距离。然后得到这个距离之后呢，我们再对它做一个操作，就下面一个再进行一次运算。然后 sigma 就是这里面的 I 是坐标点，不是某个点。然后这个 sigma 是所有的坐标点的一个均值，然后这里就把每个点除以均值，然后再除出加一个 exponential。然后有了这个 parsing part， 这个作者他把减去，就是他要去掉一些这个影响，就是不正确的光流点的影响。他把这个部分操作，他定义在了得到 parsing limit 之后，然后具体他定义为 p 乘以 c， 然后这个常是 dot product。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里面。dot product 它并不是很直观，因为 dot product 它是点槽，是每一行乘每列的那种槽，这样的话没有想不到什么直观的意义。如果把它变成 element wise， 你再乘以它的一个 round， 乘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直观一点。虽然这样不主观吧，这样非常刺激性主观，但是这个网络后面还有一个一些一乘一的 filters， 所以它可能还是可以 work。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这个讲的不太好。先结束。然后，他要把刚刚那个。操作一样来融合到这个已有的网络里面，然后之后它就是这个样子，加入了这第四个一个 dot production， 这个就是去除一些不太正确的点，不太正确的一些，就是有一些点的分类结构不太正确，因为它的光流计算有问题，所以这边去除影响，用这个操作。然后这个从最开始到最后就是刚开始这样，然后加入一个曲光流的部分，就是虚线光流的内容，然后再去除一些不正确的点的影响，增加一个又加一些内容，虚线光流。然后 model definition 就讲完了。下面是他怎么训练测试，其实测试比较就不用讲了，因为
测试的时候只用需要给我们一个输出，然后输入，然后让我们运行给同步输出就可以。想去，然后我是自己的，是我自己的理解。然后这个网络训练的时候，它作者分了三步，实际是在这三步之间还有一个预训练，但是那个就没写出来。然后他用了三步，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其实是因为作者也只想训练，就是只用一个步，一步就把它一部分，一个比如一个策略把这个网络训练啊，但他没有成功，所以他就用了就用了很多步训练，这样的话才让他受不了。然后他先训练了一下，然后让 parsing part 就是 segmentation 的网络以及这个 flow 的 network 他们不共享全值，然后这样的话他们虽然不共享全值，但是这个网络至少还是可以 work 的，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正确的结果，这个可能就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个作者他之所以在让parsing part 以及光源共享全值，可能是为了更容易发 debug 的时候吧，我也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做后面，因为他后面做的不太不是特别不是很主观，也不是感觉不是很好。他训练完第一步之后，第二步他直接就把那个 segmentation part 的一些权重直接强加给了强制性的复制给了光源国家，他们强制让他们共享全值，这样并没有什么道理，只是这样做之后他又翻错了别的参数，让这个网络可以 work。 然后他翻错的话就是他把 segmentation 的一些权值强制性赋给光源部分之后呢，他就先翻错了一下光源部分的一些权重，就是他与 segmentation 没有共享的那部分，这里他有共享的是这些，然后这个是 segmentation 独有的，然后这一部分是 object 和活动部分独有的，然后就是他们前面共享的，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不共享的，后来就强制性的共享了，然后再翻测一下光源的独有参数，然后第三步再翻测一下第二步里面没有用到的参数，就第二步里面固定了 segmentation 以及 parsing part 的 cargo 的权重以及 object 和 flow 的独有参数，然后还是网络里面还剩下一些参数，然后网络作者在第三步里面把他们两个统一起来。然后在这里边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他们不共享全值，parsing part 的 object part 没有共享全值，然后在这一步之前呢，他把 object flow 这个网络这一小撮网络他单独用了另外一个数据集训练一下，就是 flow chair 和 flying chair。 他之所以那样去训练的话，可能是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就是初始的一个权重，就是比例升华一次。然后他是在一个叫做 Flying Chair 的数据集上面，那个数据集是一个 Object Flow 的数据集。然后再看一下他与别的算法比较以及他的可重现性。这个是它与别的算法的比较，然后不过这个数据集是作者自己收集的，就是作者自己报名的数据集。公开的吗？没有公开，他说那个数据集他论文上说是公开的，但是他的链接里面没有。然后我给作者发了邮件，他说以后会告诉你。这个就是
结构，然后这个图里面这是哪一本书的？你说中文单选吗？不是，是中国文科学院。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SVPL， 这个 L 是浪的意思，就是说刚刚一开始他用了三张图像，其中一个是我们要分析的，还有两个是图的，一个 short 一个 long， 就是时间上的距离，然后第一个是 L 就是 long， S 就是 short， C 就是加上 confidence 放给了放给了。不过我感觉单看这个表的话，好像这个 SVP 算法也没有前面的算法做的特别多。那个 FCA 那个是谁的？这个。啊，对 ，FCA8S 啊，他写的这个吗？对，效果特别好用。哦，这个就是那个。用 CNN 做图像分割的第一批好的，是吗？然后它差不远，所以基本上就挂。所以这个结果可能并不好。Deep Lab 的上面那个是这个是，因为这个 FCN 是第一篇文章。然后后面就有朋友让他做一些改动，就是慢慢增加一下他的能力，所以有一个叫 Deep Lab， 然后 Deep Lab 它里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吧，它就增加了一些已有的东西，增加到 FCN 上。所以按理说 Deep Lab 效果应该在每个部分都比 FCN 好。是之后是，实际上也不缺、啊。但是 Deep Lab 是 FCN 的一个改造，加了很多东西。嗯。然后这个 FCN 与 Deep Lab 都蛮 popular 的。然后 Deep Lab 这个是。2015年的一个论文，现在已经念到1000了。哪个地方的？啊，好像是2016年，我好像看过那个，谁就是那个地方，反正谁都我忘记，反正是那个，好像是 ICCV 的文章。然后这个是图，它比较的话就用了 EM 的概念。就是用 YAML 这样的比较，是因为我觉得原因就是 YAML 这样的那个方法它更快了一点嘛，对不对？嗯。YAML 它是不是可以上 Deep Learning 呢？嗯，它也是的，但它把这个神经网络当做我还写了一个关于那个 PPT， 关于 YAML 这样的那个。然后重现性的话，它要植入时间定额的话，时间定额算法要首先分割部分要有把它实现到，不过这个的话就网上倒很多点，还有一个 flow map 怎么实现，这个网上也有，嗯，其实看不上有，但是 data set 我没有。data set 无所谓的 data set。其他 data set 不一定它这个，因为有一点的话，它选的，因为如果要完全实现这个论文里面的东西的话，我们是因为应该有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有一个图像，对，有一个人的标记，对，这样的应该蛮单调的，好像有一点的吧，现在可能是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记得在哪篇文章中看过，它有个。说到他自，就是自己做的数据，然后他是用另外一个 mark， 然后就是把那个数据给标记上。公开。好，这个我还得再看一下。但是如果是用别的算法来标记的话，还是会有些错误。
就是如果我们在美国遇到这个话，你可以再说呗。然后，所以就这就是刚才讲的三个层面。然后，不行，他这里有一个问题，其实他这个结构，我觉得效果只是他简单的把三张图像，就是分别做了一个分析，然后给他们线性的组结果线性组那里套。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计算这个这个组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快的计算，你可以用所有的这些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这仅仅是那三张图像。